有装了这个感觉，装了这个包，有一款之前还有恐龙，就是因为其实另外一款已经有人做了，叫我应该做。已经欢迎过大家了，那让我再度欢迎大家出席第二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本赛会是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主办，朱新渠基金会、大众书局以及联合早报协办，而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则是本赛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将会为您报道每一场赛事以及每一个激烈的辩论时刻。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双方代表。接下来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评审。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五位评审，他们分别是黄志豪先生。黄志豪先生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主修传播，现任新传媒新闻主播以及记者，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有七年的时间。接下来是左飘先生。左飘先生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也是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研究员，以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中文化对比委员会的副主任，曾经荣获中国全国电视演讲大赛的一等奖。1999年，左先生的业绩也被收入了《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20世纪杰出人物。接下来，我们欢迎钟志邦先生。钟志邦先生曾留学于牛津及哈佛大学，现任中国北京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时事评论员。1993年起担任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常驻评判。接下来我们欢迎李许轩先生。李许轩先生曾经担任历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以及亚太大专辩论赛的评审和评述员，同时也曾经担任数届马来西亚全辩评审和评述员，并且曾经指导大学辩论员。我们欢迎梁泽宗先生。梁先生目前任职于马来西亚中国报，担任辩论培训工作长达10余年，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大学辩论赛的评判。在这里热烈掌声欢迎五位评审。现在让我来介绍双方的辩论员。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系2年级的蓝于红同学，二建工程系2年级关一鹏同学，三建工程系2年级王海清同学，以及四建应用数学2年级刘毅同学。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代表马来亚大学。首先欢迎一建电脑科学院资讯工艺系1年级彭雪芬同学，二建文学院媒体研究系2年级邹宇辉同学，三建理学院生物系1年级黄聪涵同学，以及四建电脑科学院资讯工艺系1年级段思怡同学。好，我们是欢迎双方代表。那么本赛会的宗旨是提高大专学府间的辩论风气，同时鼓励增加华语对时事以及社会动态进行思考以及评论。那么现在让我来讲解比赛流程。首先由正方一辩先发言，接着是反方一辩，时间各为3分钟。接下来由正反方的4辩轮流发言，先由正方开始，时间各为1分钟。
在接下来的是正方的二辩发言，再由反方二辩发言，时间各为三分钟。然后进入的是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自辩不能起身发言，但是允许和队友讨论。那么发言的先后顺序已经在比赛之前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再接下来由正反方的四辩进行对话环节，先由反方开始，时间各为两分钟。最后是三辩总结陈词，先由反方开始，时间各为三分钟。那每位辩论员的发言时间仅剩30秒时，将有一声短鸣提示。当辩论员的发言时间结束时，将有一声长鸣提示。这个时候，辩论员必须即刻停止发言。辩论员不应宣读“世界你好”的稿件，在比赛时不得参考或展示预先准备好的图表、大字报、杂志、书籍等。辩论员在发言时动作不宜夸张，不得做出人身攻击或者是触及政治、宗教等敏感话题。古人的智慧有些可以成为现代人的模范，有些则不一定。那么身处于现代的我们，应该向姜太公钓鱼的精神看齐，让愿者上钩，还是应该像毛遂一样勇于自荐，争取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马来亚大学，为我们针对以上的课题来辩论一番。好了，那么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蓝于红同学发言，时间是三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的辩题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太公钓鱼发生在商朝末年，姜太公听说周文王礼贤下士，于是就不远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西岐，为了让周文王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太公使用了非常奇特玄妙的钓鱼方法，直鱼钩无鱼饵，而且口中还念念有词，王侯将相愿者上钩，这样一种高深莫测的钓鱼方式展现出了太公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魏水边出了一个奇人异事的消息，经过渔夫农人众口相传，很快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文王也不例外，文王随后慕名前往邀请太公出山，两人共同谋划，一同开创了周朝800年的基业。而毛遂自荐则发生在战国时代，长平之战时，平原君带着那些门客去向楚国求援，由于门客的人数不足，毛遂便向平原君推荐了自己，并成功的搬得了救兵。其实在今天的辩题中，无论是太公钓鱼还是毛遂自荐，都是在主动的谋求发展，而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心态上，现代人都应当效法太公钓鱼。首先，太公钓鱼的方法善于利用资源，借助渔夫农人进行舆论宣传。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单打独斗难以成功，所以现在的个人就应该充分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网络来开拓机会，现在的公司企业就应该借助众人之口来营造自己的品牌。让我们看看毛遂呢，在平原君的门下待了可是3年，却没有一个人向平原君提及过毛遂。纵然你是拥有三寸不烂之舌，但仅凭一人之力，在现代社会你要如何成功呢？第二点，太公钓鱼方法符合现代人的心理特征。相信在座诸位跟我都有一样的经验，看着推销员那个手中的产品啊，大家肯定都是难以接受，觉得总是疑虑重重。但如果是一个众口相赞的一个好东西的话，这个时候大家是排队，就是挤破脑袋也一定要买。这就是现代心理学家布雷姆著名的心理抗拒论。太公钓鱼就是把自己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借助渔夫农人的舆论展现出来，让周文王一见到自己就是心存仰慕。但反观毛遂呢，他虽然也是巧舌如簧，但是在向平原君自荐的时候，平原君总是疑虑重重，说什么先生你实在不行，你还是留下吧。由此在心理上可见，太公钓鱼让人相信，让人接受，毛遂自荐却让人怀疑，让人抗拒。其实今天太公钓鱼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它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中的那种美感。现代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心越来越浮躁，面对机会和诱惑，人们往往是匆匆忙忙的自荐，却忘记了自己心中真正的追求。于是很多学生读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很多员工做了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太公却不一样，他有着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辅佐一位明君，他宁可在山水边修身养性，也绝不会委曲求全去侍奉一位昏庸的君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太公钓鱼我们应当效仿。谢谢大家。谢谢正方的辩论员。接着我们有请
同学发言时间同样是三分钟。谢谢大家。哎，谢谢对方给我告诉我们那个超凡又有美感，还会利用人力资源的太空钓鱼。我就奇怪了，今天我个人有自己的优点，我为什么要靠其他人告诉别人呢？我始终相信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自己的优点要自己推荐啊。而且对方没有，你刚才说两者都是主动谋求发展，为什么对方没有看这个点数就看得不够全面呢？你只看他们主动布局，却没有看他们被动的守候。今天核心思想就是毛遂自荐，主动出击，太空就是布了规矩守候啊。对方没有，不要这样错误诠释辩题好不好？如果要这样的话，我看你只有机会都被别人捷足先登啦。我说各位，对毛遂自荐在三千时刻中自我推荐是一种主动争取把握机会的体现，而太空钓鱼变成上钩，这只是布局守候找机会。两人都有才华，都有谋略，要判断何者更应被现代人效仿，就是探讨这节课演出的核心思想。何者在策略、手法及心态上更能适应现代社会？我认为现代人应效仿毛遂自荐，因为一，在策略上，毛遂主动去争取，太空布局要守候。在古代就难得一个熟读兵法的太空望，但来到现代这个社会，教育普及化，不是硕士比比皆是，竞争如此激烈，大家还必要主动出击吗？在美国就800万的失业人士，你是希望他们呢主动出击找工作，还是要布个局等老板自动上呢？另外美国偶像绝对是个大等节目，不都是有才华叫勇敢秀出来吗？而且在情场上也不能再等媒妁上门来提亲了，因为就连姐姐妹妹也要站起来把好的男人抢过来啊。如果这么太空钓鱼，不怕情人不上当，最后落得孤芳自赏啊。第二，在手法上，毛遂直接又果断，太空间接还怠慢，以前的人可以用7天下一盘棋，但是我们就想像太空一样花些岁月去布局也无可厚非。然而现在社会步伐紧张快速，需要的是直接果断。今天新加坡的电子科技可以发展得如此迅速，不就是因为在80年代它以直接果断的方式，以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并说服新捷科技 Seagate 来设厂运作吗？如果香港太空钓鱼一样布局要3年，守候要3年，左3年右3年，谁要给你这样多年啊？二三，在心态上，毛遂是积极进取，太空是听天由命。太空钓鱼愿者上钩，其听天由命的心态不但略显被动，还要依赖天时地利人和，根本很难在现实社会中突围而出。反观毛遂自荐以个人最大的能力自我推荐，太空积极。当初比尔盖茨自我推销软件给 IBM， 其所展现的积极形象，更为他的软件王国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所以大家请效仿毛遂自荐啦！谢谢。谢谢感方谢同学。一边说太空好，一边说毛遂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听双方的四辩如何对话。我们由正方四辩同学开始，以一来一往的方式进行，双方各有1分钟的时间。正方同学请。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的太空真的这么被动？当然啦，他布了一个局守候人家来，你呢把这个决定的命运权交给这个周文王，你说还不被动吗？不问你呢，对方主辩说的太空钓鱼等于超凡，又等于这个宣传，又等于让人接受，您是不是自我诠释啊？对方没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太空老人家可是背着大包小包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不辞辛苦的从朝歌跑到了西溪，他现在不是在主动创造机会难道去观光旅游的吗？所以嘛，主动布了布局最后还是要守候，到底伯乐来不来都不知道啊。我请问你啊，曾经书里才告诉我们所谓的太空钓鱼的原因，你就设了个局引人上钩，为什么对方没有偏离本意不谈，偏偏自我诠释呢？设的局引君入瓮有什么不好的？对方辩友是不是越主动就越好呢？当然啦，今天甚至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您要学习太空被动的话，您还找不到工作吗？所以我们追女神穷追能打死缠烂打是不是就最好呢？为什么毛遂自荐是死缠烂打？所以说我们说双方都是主动，你不能说毛遂主动我们太空就被动，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你主动不接，但是你被动守候啊，反正我自己来到老板面前自我推荐，这是比你更抢的先机吗？所以我用我的能力去吸引老板对我的关注，这样不是更好吗？两方都主动，为什么我方太空就不可以主动呢？请你告诉我一个建筑工人家如何请人帮他宣传呢？所以说建筑工人他要成为建筑工人里面最好的，他就可以进入建筑工人里面的上层嘛。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吸引，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毛遂自荐哦。所以还是间接嘛，直接点走到这个发展商面前，说我能够帮你做事，为什么不是更好的体
问题是大家都直接了，这时候选谁还不是选能力最好的，我们把能力展现出来就是太空钓鱼的精髓嘛。所以嘛，大家都是人才，大家都要自荐，如果您还是被动守候的话，您说老板会来找你吗？太空钓鱼做了这么多，他之前还做了市场调查，知道中国人喜欢一些稀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才钓鱼。做了市场调查的如果还是被动的呢？做足资料。如果你说我造了一个句子，好，我们谢谢双方事件精彩的对话环节。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二辩同学发言，时间为三分钟。关同学请。大家好，对方一直在讲我们自己诠释了这个故事，那我就跟大家一起来重新看一下什么叫做太空钓鱼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啊，今天太空他从朝歌来到西岐，他为的是什么？对方没有说太空是被动的，各方当然问了，他是来旅游吗？不是吧，他是因为听说周文王很贤能所以来。请问对方没有这主不主动？如果这不主动的话没关系，我们知道太空在哪里做什么，他长杆短线直钩背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周文王是发明八卦的，周文王最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他就要给周文王一个信号，我是一个奇人异士，我有的是奇才异能，所以你要是喜欢奇异的东西，你快点来找我。难道这还不够主动吗？如果觉得这不主动也没关系，你知道那些农人啊渔夫啊整天闲着没事做，就喜欢八卦，对不对？张太公司看准了这一点，他念念有词说，我钓的不是小鱼小虾，我钓的是王侯将相。整个西岐有几个王侯将相啊？不就他一个西伯侯吉昌吗？所以说我看到今天太空已经放出了明确的讯息，我钓的就是你。请问对方没有，你说这还是不够主动吗？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太空钓鱼还是毛遂自荐，都是在进行一种主动的自我推销。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对方没有讲的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对方没有一直认为直接好，但其实没有看到太空间接有它的妙处。大家想一下，太空一个糟老头子从朝歌跑到西岐的话，他直接去找周文王说，周文王我很厉害，你要我吧。周文王又不是没大脑的人，他想一下他就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嘛。太空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放出了一个信号，表达了自己有才能的地方，他突出了自己的才能。这个时候周文王来找他，两人一拍即合，这叫两厢情愿，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嘛。反而是毛遂自荐呢，毛遂去找平原君，赶上平原君一个好欺负的，他没什么脾气，所以说平原君开始劝他不同意，毛遂他说我要硬上。对方没有，强扭的瓜可不一定甜啊。看完了心理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太空钓鱼的心态。对方没有一直认为现代人应该效仿毛遂自荐，但我们知道现在人真的缺少毛遂自荐的那种勇气吗？不一定。放在古代，我们说效仿毛遂自荐，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庸，我们大家比较内敛，所以说大家不会出去，所以说可能毛遂自荐有它的积极意义。现在你们看到了，不光是现在的爱情方面、工作方面，大家都拼命去自我推销，就像对方没有讲的那样，连在辩论场上，我们两方都是玩命的要推销自己、自我推荐，勇气可是一点不少了，智慧有没有还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保留一种太空钓鱼的这种心态，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机会，机会大把有，但问题在于毛遂自荐战国一共就四公子，你一个一个找，一个礼拜面试就完了。现代社会呢，一个公司几十个部门，一个大楼几百间公司，一个城市上千栋写字楼，你一个一个毛遂自荐，请问对方朋友，你要毛遂自荐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我方认为在现代社会应当效仿太空钓鱼。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听听反方二辩同学怎么反驳，我们有请周宇辉同学，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对方二辩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两方都站在这里毛遂自荐，可是我们有智慧的。我想请问对方，当你打了初赛打赢复赛，我们打了初赛打赢复赛，打败的都是强劲对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智慧的毛遂自荐吗？所以对方没有，您要看清楚啊。第二，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今天太空是主动的，我承认他是主动的布局，但在他等待三赏赐方面，他还是处于被动的。如果当天啊，那个周文王他没有带雨伞，那天下起雨来，他不经过渭水，他绕道而行的话，那么太空是永远都不用登上龙门了吗？所以说今天对方没有，你们看典故要看得清楚。根据现代成语句点，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太空钓鱼的最后目的是什么？愿者上钩。既然是愿者上钩的话，也就是说他是被动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对方没有主动的那个标准是从何得来的？我倒是愿闻其详。第三，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今天太空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啊，你可以做一个市场调查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倒奇怪，
对方没有其实今天忽略了一点，今天我们并没有的现代人就是现代社会，以前那个社会有多少个可以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姜太公就成为稀有品种嘛。所谓物以稀为贵，当时当然容易宣传，他说哎，那边有一个很会读兵法的人哦。可是来到今天这个社会，你告诉我那边有一个博士，你会觉得哎，我们快去宣传，有这样的说法吗？当然没有。所以说各位，我看辩题要把今天放在整个现代社会来看。而我们今天说太公钓鱼其实并不适合现代人，因为首先太公钓鱼其实它不能带，我们说现代社会是怎样，是一个注重物质层面忽略人文关怀的畸形社会，所以我们才要呼吁大家毛遂自荐，当社会需要你的时候出来挺起，扛起社会的责任。就好像毛遂当年为了赵国的命运，在3000个人之中当仁不让地站出来一样。印尼的大海啸到中爪哇的大地震，从柬埔寨招聘华文教师到新加坡洗肾中心的义工行列，我们都在在的希望看到现场的人都可以毛遂自荐去做这个社会的奉献吧。如果啊太公钓鱼，那么国家和社会产生以上种种问题时该怎么办？故弄玄虚吗？等人家上门来请你帮忙吗？请问这对社会有什么正面的意义呢？第二，效法太公钓鱼其实不含有现代性，也含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除了刚才我说的，如果那天下起大雨，周王没有经过的话，那么今天太公就不能得到这个赏赐。然后我们再把当初的情景，做小叮当的时光机搬来现代社会来看，我猜周王一下时光机啊，他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或者马来亚大学博士，然后请他回去帮他建立王朝。相反的，如果太公从时光机走下来之后，还要用直沟渠的方式，你说有人会赏赐他吗？再来看看，如果毛遂一下机呢，他又会老赵送主动自荐，可能就在机场找到一份工作，所以说还可以帮助别人，再只要讲介绍自己。所以总结一句，效法太公钓鱼被动等待之余，还要事倍功半，而且还听天由命。效法毛遂自荐就是可以缔造个人成就之余，还可以推动社会健全发展哦。谢谢。谢谢广大各位同学精彩的演说。自由辩论的环节，双方呢在比赛之前已经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先后的顺序。这一次是由正方先开始发言，双方各有3分钟的时间。正方同学，请。谢主席，我们看到中国的山东省就做过一次调查，他说54%的公司他不喜欢大学生毛遂自荐，请问廖淼如何解释这样的心态呢？对方没有，难道这些主管挨家挨户去找员工上来做工吗？显然也不能啊。所以对方没有，请回答我方问题。我们说柬埔寨华小缺乏华文教师，这个时候到底是要毛遂自荐去当教师呢，还是等人家来请你呢？我方告诉你了，他是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找，但他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找他太公钓鱼不是更好吗？哦，对方是告诉我们说，当柬埔寨华文老师需要的时候，我们还在坐在那里等，等柬埔寨政府飞到对方没有的家里去请他上门教华语吗？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问题是说，中国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公司，他就不喜欢这些大学生来毛遂自荐，请问对方要面对这样的现实究竟是怎么解释呢？我们在电影谈社会，当然不能学太公钓鱼要等柬埔寨的政府来请你吗？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柬埔寨的老师。政府需要老师，就应该要毛遂自荐，自己扛起那个教鞭啊。对，所以新加坡的华文老师就应该学太公一样，从新加坡跑到柬埔寨，然后去调那个教育部，那个教育部看到你比较好的调到你了，是不是更好呢？两厢情愿。既然是正经跑到柬埔寨去，为什么叫太公教育而不是毛遂自荐呢？显然是全是错误嘛。我们再来看看亚洲大海啸吧。因为我发现在你需要帮忙需要资工，你到底要毛遂自荐当仁不让呢，还是等人们来请你帮忙呢？为什么对方还在讲我方全是错误？太公难道没有自己从朝歌跑到西岐吗？就许他从朝歌跑到西岐，不许我们从新加坡跑到柬埔寨啊！可是对方没有用你的太公钓鱼告诉我们要如何帮这个亚洲大海啸的待遇。这个时候嘛，我们当然是要当仁不让帮助他们了。但这个跟自荐不自荐在现代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自荐毕竟是在寻找工作嘛。还是请问对方没有了，我现在看到那些发传单的人，后面那个垃圾桶里面是塞满了传单，对方没有是为什么呢？原来对方便有看到毛遂自荐只是去找工作，可是我方却提出了在亚旗大海啸时我们可以自荐的去当义工，能够带动社会的健全发展。但是为什么对方没有社会发展只局限于找工作呢？如果您这时候太公钓鱼，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去帮忙，他来找你，你太公钓鱼，两个人一拍即合，难道不好吗？对方没有亚旗大海啸，但连帮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要远老远跑来新加坡找你，问你可不可以来亚旗帮忙，这显然有点说不过去吧。对方没有，我们都说了很多次了，太公可以从朝歌跑到西岐，为什么不可以从新加坡跑过去呢？对方没有，为什么老觉得太公就是待在家里呢？所以还是请问您了，你为什么那些塞传单的人的背后老是垃圾桶里面全是传单，是不是大家有心理抗拒的心理呢？那好吧，今天你从新加坡跑到亚旗要去帮忙在地，可是却不主动去毛遂自荐帮忙，结果坐在亚旗的河边等，你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我就在亚旗的那边等，然后一边等的时候一边帮忙，人家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会帮忙的人，所以人家就来请我了吗？太空钓鱼难道不好吗？还是想请问您了，今天发传单的时候，为什么我左手拿来看都不看就丢到右边去？是不是你直接塞给我，我有一点不太想要呢？所以今天大海来都冲过来，对方面还坐在河边等，多么可惜啊！我们就说今天无论是会帮忙的人，就像特丽莎，都要毛遂自荐，大人不让，所以我说现在人应该更想把毛遂自荐啊。对方面有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我家太公不主动，我家太公怎么不主动啊？前面不是解释得很清楚吗？现在请问对方面有吗？我一出那个超市的门，一大群推车员对我在毛遂自荐，可我却被吓得毛骨悚然。你告诉我，这样的智商好不好呢？我们没有说太空钓鱼不是主动，但它的发展不够全面，因为今天社会是一个缺乏人文关怀，所以钓鱼为什么看面题只看古代不看现代社会呢？缺乏人文关怀就要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不正是太空钓鱼要告诉大家的吗？还是想请问对方淼了，推销员来了，我不仅毛骨悚然，还汗毛直竖，吓都吓死了。请问对方淼，毛遂自荐真的有那么好吗？缺乏人文关怀就要主动毛遂自荐，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扛起社会责任了。但请问对方淼，今天在职场上我们发现一个清洁工人要找工作，要怎么样太空钓鱼呢？他应该发挥出自己清洁的那个才能，让大家吸引住，然后大家就会去请他了嘛。所以不管是从传单的例子，还是一些推销员例子，我都看到，如果你太直接，就像毛遂一样，大家就会抗拒心理，所以是不是不够巧妙？对方辩，为什么要清洁工人只主动的告诉对方我的优点在哪里？他应该发挥出自己清洁的那个才能，让大家吸引住，然后大家就会去请他了嘛。所以不管是从传单的例子，还是一些推销员例子，我都看到，如果你太直接，就像毛遂一样，大家就会抗拒心理，所以是不是不够巧妙？对方辩，为什么要清洁工人只主动的告诉对方我的优点在哪里？你们是太空钓鱼吗？你们太空钓鱼应该是把扫把离地30吸引别人吧？不对，如果一个清洁工想太空钓鱼，他把这块地扫的比别人扫的都干净，人家一看，哇，你这个清洁工真了不起，太空钓鱼我就请你了。难道这样不是更容易比别人取得好成绩吗？原来对方辩有图乱全世界的毛遂自荐。今天我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推销自己的优点，推销自己把地打得那么干净，为什么对方辩有说是那是太空钓鱼？毛遂自荐什么？找到老板说你要我吧。太空钓鱼什么？在老板门口帮老板把地扫干净了，老板很开心，老板就雇你了。太空钓鱼是不是好过您的毛遂自荐呢？哇，我说告诉老板，老板我很会扫地，我还可以把地板扫得很干净，这种就是这种自我推荐吗？我就想请问你了，不只是清洁工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名声，要如何太空钓鱼？对，大家都是自我推荐，大家都要表现优点，只不过我们更好一点点而已。再请问对方辩友，一个电影如果得了奖以后，大家是不是不用宣传，大家都会去看呢？所以谢谢你告诉我，现在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还是要毛遂自荐。对方说到电影，我就想到《射戒》吧。刚刚出炉的一个王力宏这个配角，他们难道不是毛遂自荐自己去试镜的吗？对方说大学生，你可知道那些优秀的大学生还没等大学毕业，已经被太空钓鱼被公司调走了？难道太空钓鱼不是好过您的毛遂自荐，还要搭上你赚钱吗？请问，太空钓鱼真的适合现代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用的？对方面，我告诉你，今天场上只有一个人得最佳辩手，那是不是我们其他人都应该去学习那个最佳辩手呢？可是问题是，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效仿太空钓鱼，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效仿太空钓鱼呢？所以说，对方面我不能解释，到底今天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用于太空钓鱼？如果不能的话，对方面立场是不是就不能成立的呢？刚才我已经看到清洁工人跟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要毛遂自荐，像太空钓鱼，我看他们的前途应该没有希望了。而且不仅仅是在职场上，我说你要帮助别人，也要毛遂自荐。谢谢。好，谢谢双方辩手。最近一直没有机会发言，那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现在呢就要请双方的四辩进行对话环节，我们先请反方四辩开始，时间各为2分钟。对方辩友把太空钓鱼说成太空自荐，您是不是太过分了？没有啊，导致对方在说灾难的时候我们要毛遂自荐，但是不是我见义勇为，其实等于我在毛遂自荐呢？所以我见义勇为，我毛遂自荐说我要当志工，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应效法社会才能发光发热。大家想想，是性质不同，灾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毛遂自荐，黑帮招小弟我们是不是要去毛遂自荐呢？所以我们看到特丽莎求你帮人的时候，你告诉我他布了什么局了？所以说嘛，特丽莎求你的时候我们要毛遂自荐，所以黑帮的时候要招小弟，我们都去毛遂自荐当黑社会者嘛。先对方辩友承认在帮助社会要毛遂自荐，再来我跟你看职场，你说我看到喜欢的工作要布局多少天，一天两天还是三个月？对方辩友，以前可能是布局，我们现在是投其所好，可能那个人喜欢清洁工，我们在老板那边清洗洗得特别干净，老板就特别赏识我们，这不是更好？所以啊，当你做完资料充足的时候，职业都早被人家抢去了，如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是不是更抢得一点先进啊？
所以那我想一想，现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毛遂自荐，有一个人在太空钓鱼，他是不是最特别的时候，老板就会赏识到他？所以这就是与众不同和一不众矣的不同啊。所以您的立场只是一个人要效仿太空钓鱼，如果全部人都效仿太空钓鱼，全部都守候了，被动等待，如何找到工作？我们说效仿太空钓鱼的人是高干，成功的往往属于少数的，所以我们效仿一个价值观，提倡一个好的价值观的时候，或许很多人没有做到，所以我们才要提倡。所以原来太空钓鱼只可以在少部分人的身上发现到，那么我们大部分人就不用再效仿了吗？对方没有错了，以前可能治国就是唯一一条路，现在条条大路通七奇，现在363行行出太空，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如何是少部分人呢？行行出状元，每一个人才都是人才。人才济济的时候，你告诉我不主动去争取机会了，难道还要被动守候了，等老板上门吗？我们已经说了，两边都主动。我们也说了，你要展现自己的才华，我们或许都是平凡，但是我们身上总有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把自己这种才华展现出来，这就是太空钓鱼。所以把才华展现出来给人家看，你就是自我推荐。为什么对方动了不却来站在我方立场啊？虽然没有，我们都说双方都有在自我的一种推销。太空它只不过是利用渔夫农夫，利用别人帮助推销，还免费打广告，这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太空钓鱼有自我推销呢？坐在这个会随便钓鱼叫自我推销，对方你要解释。我们再怎么说，我们太空他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那不知道农夫渔夫会帮他宣传嘛？这都叫做运筹于帷幄之间，对方没有，这才是聪明的自我推销。毛遂是不是智慧的人？对，毛遂智慧，但是没有太空那么智慧，这种意思。伯乐面前，一者主动走到伯乐面前，一者被动等待伯乐到来。你说何者更一切来的效仿？对啊，面我都已经说那不是被动等待，就好像你要去向一个女生表白，你不能直接过去说，哎，我其实辩论很厉害，我应该在这舞台上把我的才华展现出来，让她喜欢上我吗？所以相比较，哎，主动走到他面前总好过你被动赴了个局在守候，他来不来都不知道。我主动走上去，他跟我不认识，他可能害怕，我们会感到很尴尬嘛，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花心的人。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的才华展现出来，这不是更好吗？所以您赴局等待的时候，那个女人早就被人家落跑了。您说这样还得不到我的爱情？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给他当我观众提问的时候，他会站出来的。请你告诉我，我花二面长的这个样子要怎么赴局追你？才华与自己个人的核心竞争能力嘛，不是以貌压貌的。所以看样貌，我方才华也好像没有才华一样，所以就要主动秀出来。那如果我方二面主动走出来自我推荐，我相信他的机会就高了一层了。现代社会人才济济，个个都是人才，可是伯乐就少了。您还要希望以前那个年代叫伯乐自动找上门？对方您是不是太过像活在乌托邦了？所以对方现在完全是自我诠释，把太空原有的中心思想改造了。他说那个太空钓鱼是一个宣传手法，可是明明典故就告诉我太空钓鱼的原理就是此布局，然后等待猎物上钩嘛。谢谢。好，我们感谢双方事件非常精彩的对话。是总结陈词的时候了，我们首先有请反方的三辩，也就是黄聪涵同学发言，时间是3分钟。谢主席，大家好，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比喻。我们说今天太空钓鱼就好比一只蜘蛛要织网去捕捉猎物，对吧？对方没有今天整场立论告诉我们说，今天太空很主动，太空可以自我推销，太空也很有美感，也可以让别人来称赞自己。那让我们来想想看，今天一只蜘蛛它去织一张蜘蛛网，它可不可以把这个蜘蛛网织得很有美感呢？它是不是很主动的去织网呢？它也可以从马来西亚跑到新加坡来织网，对吧？可是各位，让我们想想看，当今天蜘蛛把网织好之后，它做的动作是什么？是不是在网上面静候等待猎物自己撞上网来呢？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为什么对方并可以诠释把这个太空钓鱼诠释为他们的主动站出来自我推荐呢？对方并是不是在偷换概念呢？各位，我们说今天蜘蛛织网要等猎物，对方说今天它可以很有策略，很有布局，可以让所有的动物都帮这只蜘蛛去宣传，对吧？可是各位，如果我们想想吧，这个昆虫如果其他昆虫一旦学乖了，它10天不撞上这个蜘蛛的网，蜘蛛它最后会不会在网上就饿死了呢？也会。所以这样子一个蜘蛛织网的态度、手段和策略，真的是现代人应该效仿的吧？我方说不。而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毛遂自荐更应现代人效仿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动物，我们说像蜜蜂这样子吧。对方告诉我们说，今天毛遂自荐也有失败的时候，毛遂自荐也有让别人怀疑的时候。可是我们说，今天毛遂就好像一只小蜜蜂，它很
很勤力的到处去采花蜜，这朵花不让他采，他要么就去下一朵花采。这样子的采蜜方式，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自我推荐，不断的努力，为什么不是一个更积极、更上进、更应该大家效仿的心态呢？各位，我们来看看今天对方没有一整场议论，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开篇底下给我们开出了错误的诠释典故。他告诉我们，其实泰公钓鱼也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从马来西亚跑到柬埔寨，跑到亚齐那边去帮灾民。那我就想请问各位，如果今天泰公钓鱼本身也是可以自我推荐去从事一种自贡工作，去从事一种自愿工作的时候，那么对方的泰公钓鱼和我方的毛遂自荐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区别，那么对方又是不是在帮我方论证立场呢？显然不是。再来看看，其实我们发现对方辩友也提了一些很一些其他的概念，比如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两者相比之下，泰公是不是比较有智慧，泰公是不是比较深谋远虑？我们想想，今天两者比较平台，谁应效法？难道不是比较两者同样有智慧底下，谁的策略、谁的心态更为主动吗？所以我方说呀，今天要比较的就是两者在谋略上，一则选择主动出击，而一种选择用布局来守候。为什么布局守候更能符合现代竞争激烈、步伐快速、讯息万变的社会？待会对方结辩要给我们解释。我们说，今天人在社会上要做两样事情，第一是个人成就，每一个人都应该效仿毛遂自荐，走上这个工作行列，自己推荐自己，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最佳方案啦。谢谢。好，我们谢谢反方三辩同学。最后，我们有请正方三辩王海清同学发言，时间同样是三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对方的结辩非常可爱，他用了蜘蛛、蜜蜂这样昆虫的例子来跟我们解释今天的辩解。那么好，我们也用这些昆虫的例子。对方辩友告诉我们，泰公啊，好像一只蜘蛛。我说不对，它是一张非常聪明的蜘蛛。它不但结了网，它还发出那种气味，那种吸引那种小小的昆虫过来，把它们吸引过来，然后粘在网上。这时候捕捉是不是比你简简单单一个蜘蛛六条腿爬爬爬爬到这里昆虫那里来得更加高干呢？他说我们要学蜜蜂，我们学蜜蜂要到一棵一棵花上去采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成就。但我想，为什么水更高呢？是不是花散发的那种花香，那种花蜜把那些蜜蜂给吸引过来？到底蜜蜂花谁高干？我们更加看老师是不是一目了然啊。这里所以大家想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对方辩友说我们不是主动的，但真的是这样吗？太公一个老人家千里迢迢跑来跑去，你以为他不是为了去钓周王，他是喜欢旅游吗？对方辩友还告诉我们，他和老师说，我们现代人要模仿太公钓鱼，就一定要坐在家里等，坐在河边等。对方辩友，这是现代，不是古代，我们的方式要不一样一点。所以对方辩友不要老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的太公钓鱼，好像太公跑到现代来就变成老年痴呆一样，这是不是对我们有点不公平呢？今天双方我们大家确实都是自我推销，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太公他有可能不够直接，为什么直接？妙就妙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些人发传单，我左手拿右手扔，有人给我发免费的折价券，我要看看，哎，是不是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会不会可能被骗？但是有一个东西，如果他口碑很好，我都不用他来告诉我，我自己就会被吸引过去。这是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啊，他的心防都比较重，你主动跑过来，他怎么会心存怀疑？他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口碑更好，你把他吸引过去，那就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说不直接才是他高干的地方呢？最后对方没有告诉我们，他说：“哎呀，现在世界上是有很多普通人，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们有可能没有能力，什么清洁工啊，刚出来的大学生，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不能够模仿太公钓鱼。”我说：“没办法，我们如果真的那么惨，我们真的一点才能都没有，你去毛遂自荐吧，你去自荐得来一些功夫没有关系，但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呢？”我们知道好像有一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我们也很难达到，平常人大家追逐名利，但是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在现在来提倡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老放着一个毛遂自荐的心情，你觉得我只要有勇气我敢到处去跑没有关系，大家怎么还会想着提升自己？但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太空钓鱼的心态放在心中，我们要鼓励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吸引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智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鞭策向自己前进。太公花了70年，我们现代人不用那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很年轻，我们都有时间来提升自己，去做太公有什么不好的呢？谢谢大家。好，谢谢正方三辩同学的总结。那么很快呢，我们裁判呢又要非常伤脑筋的为我们来决定今天的胜方究竟是哪一支队伍了。我们现在先请
评审团暂时离席，为我们商讨比赛的结果。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左标先生为我们上台，来为今天的比赛做出选题，掌声欢迎。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辩题是现代人应该效仿太空钓鱼还是毛遂自荐。而我今天呢上台的点评呢，我既不是靠的太空钓鱼的方法，也不是用的毛遂自荐的效应，因为这两个人太空也好毛遂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主动的推销自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实力、有底气、有能力、有才华。而我今天的点评呢，却是没有底气、没有能力，是其他评委啊推辞了，把我推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既不是太空，也不是毛遂。那么要用一句比较确切的俗语的话呢，我今天的点评啊是赶鸭子上架。但是既然鸭子已经被赶上台来，那么呱呱的叫几声啊，恐怕也对不起我们台上的太公和毛遂，也对不起台下的周公和平原君了。今天我为什么没有底气来点评？我已经评过了，那上一次呢还是有一点底气，今天为什么没有底气呢？今天因为我们两队辩论的太精彩了，咬得太紧了，我们评委就觉得非常难，究竟 which party is superior to which, which is better? 我们很难分啊，最后的得分你们知道相差多少呢？不像前几场了，前几场相差四五，甚至有一次相差八点几，我们今天两个队的比分只有相差0.4分，而且这0.4的差异我们评委还有争议，甚至要提出，有的要提出修改，也就是说这里还可斟酌，究竟是谁胜谁负啊，我们简直是分不出来啊。所以今天这个较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它是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比赛，确实展现了我们双方辩手的他们的理性的智慧、他们的语言的技巧、他们的严密的思维逻辑和很好的语言艺术，还有两个队的整体配合、团队精神，以及两个队的各个队员的心理素质，都是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说看得眼花缭乱。所以呢，真正是一个语言的交锋，是一个逻辑的搏斗啊，是一个智慧的较量啊。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国际水平的一场赛事啊。所以我想呢，我再一次想提议大家以热烈的鼓掌声来祝贺两家参赛队员的精彩表演。那么今天这个辩题，从辩题来讲啊，这个现代人应该效仿太空钓鱼还是应该效仿毛遂自荐，从辩题来讲呢，这个辩题呢实际上没有观点的直接对立，直接对立性不是太强。我在做评委之前呢就分析了这个辩题呢，实际上呢我担心辩不出来，因为它的对立性不是那么直接，
你如果改成现代人应该效仿太空钓鱼，还有一个是不应该效仿，那就是直接对立。而现在呢，两个观点呢有 overlapping 的地方，也就是刚才他们正方指出的吧，你说他是姜太公是被动的，那本来可以抓住被动和主动来做文章，但这个文章不好做。姜太公也很主动啊，他千里迢迢到那个地方去，他也在推销自己啊，对吧？跟毛遂是一样的推销自己，不过他的方法有点不一样，所以最后呢就变什么了？变主动推销自己的方法不一样，一个是直接的自己跑去了，说我行；另外一个是间接的，以自己奇异的钓鱼方式来吸引其他人来看，因此鱼啊虾都来看了，看了以后去报告大王，哎，最后虾来我不理你啊，鱼来小鱼我不理，要大鱼才来啊，要必须是周王亲自来我才理你。所以他这位是也是主动出击，但是他是间接的，所以辩题呢就逐渐缩小到这么一个范围来了。那照理是非常难辩的，但是由于我们双方的辩手啊已经都是过两关斩八将的能手了，所以他们是有丰富的经验。尽管这个题目本来很难辩，但是通过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理性的思考，能够把这个题目里的内涵能够再挖掘出来，确实是不简单啊。我上次讲了，如果叫我辩的话，说不定我只是败下来了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这几位辩手，我作为评委是非常的佩服啊，非常佩服，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刚才评委呢，我们几位评委呢都讲了，就是各自的优点，实际我刚才讲的总体上双方的优点都非常明显啊，都非常明显啊。这个最后我们看决赛是哪一家啊，由主席宣布哪一家啊出任啊这个我们本场的赛方啊，这个胜方啊，出席星期六的最后的决赛。那么正方呢，刚才评委认为他们的优点呢，就是能够把这个辩题的里面的核心的东西呢能够抓住了，也就是把这么几个东西分得很清楚，是主动和被动的概念把它搞得很清楚了，然后他的方法的直接还是间接搞清楚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呢，他们占了优势的，就是说现代社会啊，现代人缺的不是勇气，缺的不是主动精神，而在某种的时候在做其他的，缺的恰恰是一种含而不露的啊，一种智慧啊，一种智慧。所以他这个三点抓住以后呢，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而反方呢，我们的这个评委呢非常佩服反方的精神，甚至有一位评委讲了，反方就是用毛遂的精神在评毛遂。尤其是我们反方的四辩啊，他的词锋犀利，主动出击，一连串的问题妙语连珠，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妙语连珠啊，我们环节的也是妙语连珠。像我们这个二辩啊，这个二辩脱口成章，里边是很多妙语出来的啊。我们的三辩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反方就给人家一个感觉，他这个气势啊磅礴啊，气势磅礴啊。那么这边呢也不错，在回应他的气势时候呢，你像我们这边的四辩总是脸上笑嘻嘻的，沉着应战，而且不时的带点小幽默啊，使观众的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有愉悦的感觉啊。我们在这个他们唇枪舌剑的这个炮火声中，又
好像享受到了一个轻松愉快的那种啊这个气氛啊，所以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了啊。我想时间关系呢，我里边的一遍二遍三遍四遍我就不一一的再说了，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比赛的真正目的不是说胜负啊，最主要的不是胜负，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我们汉语我们的华语它的结构之丰富，它的表意之精妙，你看它的表意多精妙，还有它的节奏是多么的优美。能够激起我们说华语的一种兴趣，那我们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另外如果说我们某一个队今天捧回去的不是金牌和银牌，但是我们捧回去一大堆辩论的知识，我们带回去其他辩论队的深情厚谊和我们主办方的深情厚谊，我们仍然是满载而归。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比赛中间没有败者，全是胜家。最后我送给大家一首美国诗人的诗歌，大家听了以后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朗诵这首诗啊？这首诗是美国的著名女诗人叫 Emily Dickinson 写的一个散文诗啊，非常简单没有生词的，我先用英文朗诵一下哈，然后把它翻译成汉语。In heaven, some little blades of grass stood before God. What did you do? Then all but one of the little blades began eagerly to relate the merits of their lives. But this one stayed a little way behind, ashamed, ashamed. Presently, God asked him, And what did you do?The little blade said, Oh, my Lord, memories are bitter to me, for if I did some good deeds, I don't even know them. Then God arose from his throne in all his splendor, the best little blade of grass, he said. That's all.有没有听清楚啊？可能英语的表意啊和比上华语，我华语一讲一朗诵，可能你们就更加觉得精彩啊！好，现在华语，题目是《小草》。在天国有小草，朝见上帝，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诉说着各自生平的业绩，唯有一棵小草躲在背后羞涩无比。不一会儿上帝问到他，怎么样还有你？小草回答，我的主，我可没什么值得回忆，因为即使我干了一点什么好事我也全不在意。于是上帝从玉堂四射神采奕奕，呵，最好的一棵小草就在这里，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赛场两支队伍既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辩论的力量，但是又同时抱着一种谦虚的心态向对方学习，
那么如果我们每个赛手都有这样的心态，那么上帝就很清楚，最好的小草就在我们今天的赛场里。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左标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在7月5日，也就是星期三晚上8点55分，在158城市频道以及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播映。那么在7月8号星期六晚上9点15分呢，也将会重播。那么在公布成绩之前，先吊一下大家的胃口。这里请大家踊跃的填写意见表，然后交到场外的询问处去，因为你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下一场比赛呢，是半决赛二，将在同样的地点，在3点左右群，由马来西亚国能大学大夏学外语比学母语重要。好了，那么今天的胜方呢，将会成为我们大决赛的正方，辩题为反恐战争能使世界更安全。说了那么多，现在让我来宣布一下今天比赛的结果。首先要宣布的是今天的全场最佳辩论员。第二届亚太大专华语一全场最佳辩论员是来自四辩。我们非常恭喜范思怡同学。那么接下来呢，将要公布今天的赛果了。第二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办。